日要介绍嘅就系呢一盒 Goula 嘅游戏。公仔的牌洗好，然后平放在桌上面。之后第一位玩家就要拿起骰仔，就在桌上面。两位玩家就要斗筷子出答案，然后就可以放在自己的正前方作为一分。第二位玩家就可以继续摘骰仔。同样的图案和颜色的牌就可以集多次，而比较小的小朋友就可以只用两个骰仔去玩这个游戏，就会比较更加容易。最后就可以数下两个人的牌哪一个是最多。